么大人要问话啊？你得有问必答。这个鬼魂叫做什么名？伊叫做高秋平。高秋平，本官问你一句，你就应一声。高秋平。高秋平。秋平姑娘，你跟伊讲话啊，大人连问话呢。秋平姑娘，你去出声。也着无，但你是安奈相信咱的？高秋平，你若听见本官咧叫你，你着应一声。高秋平，奈安尼啦？秋平姑娘，你赶紧讲话啊！秋平姑娘，出声啊！好，你是在好大胆，竟然敢欺骗本官！大人呀，我们讲去，你拢卖给我讲。现在已经证明，你所讲都是一派胡言。本官念你是罪犯，所以不爱处罚你。以后，若再欺骗本官，本官绝对无饶恕。大人啊，在，发出公堂。是。对。对。你若是搁敢三更半夜了乱公堂，本大爷头一个对你无客气。等伊，大哥，那咱即摆要安怎？咱搁讲啊，先回客栈才搁讲。什么？秋平姑娘无狠心？那安尼，伊明明就是甲你做伙去的啊。我也唔知。啊！不过入去公堂之前，我特别叫伊两声，伊都有应声。后来不知安怎，入去公堂了，伊就无动静了。敢讲伊的婚票已经无伫二伯内面啊？秋萍，秋萍，秋萍姑娘，秋萍姑娘，你明明伫二伯内底，是安怎拄啊伫个公堂之上，你不还狠心呢？赵公主、蔡公主，真对不住。我本来想要对恁去公堂，也毋过我去予门口的门神阻挡。门神将你挡我啊？这是为虾米呢？公堂是勇敢之地，我是孤魂野鬼，是无法度通我进入。原来是安尼啊！哪里？阮早起晚困。唔对，无法度通去交算啦。这嘛不是完全拢无法度。花姑娘，敢讲你有办法？我捌听人讲，假使若样找到一个贵人，会当将门神的目睭用乌布暗起来，那呢门神会暂时看无。到时阵，秋萍姑娘咪当顺利入去官衙的公堂啊。贵人，花姑娘，什么贵人哈？这个贵人。就是应允你心，将来会使平定天下的真命天子。真命天子，咱家哪有啥物真命天子啦？我捌伫咧梦里时看过丁亮，感觉伊就是真命天子。嗨呀，天要光啊，秋萍姑娘，你紧倒去医院内底。我看，就算讲要去告官，嘛要等到下暗。趁这段时间，咱大家想看卖，有啥物好办法无？贵个真，咱们两个少年啊，手拿一支玉佩来告状。因讲迄个玉佩，拄着一个冤死的鬼。啊，不过本官昨暝甲叫几啊声，伊并无出现。大人，这根本是遐江湖术士诈骗之术，大人无必要放在心上。啊，不过本官看两个少年，为人正派，而且本官讲要甲处罚的时阵，一点仔都拢袂听。
所以本官感觉，伊两无先干我诈骗集团。大人，那呢，因敢有提起要告什么人啊？哦，由于讲迄个鬼魂并无出现，所以本官嘛无。对了，司长，本官叫你来，是因为你对干我代志比较较了解，经验嘛丰富。 所以本官想要问你，你对这样代志有啥物看法？鬼大人，小可想念伫这江湖奔走，从来毋捌听过鬼故事这件代志。伊小可咧看，这两个人若毋是骗子，是痟的。大人无必要有伫这小可代志来伤脑筋啊。本官知影，你来休困。是。 小花哥，花姑娘，何小姐，是你，有啥物代志？花姑娘，我想要请教你，所谓精灵天主，是毋是会有啥物特殊的所在？譬如讲，伊的身躯敢会出现啥物事？ 无毋对，金明天主，那是金龙降世，所以金明天主应该是金龙来投胎转世。何小姐，刚刚你有发现什么事？我把伫咧电工厝的身躯看到金龙，安尼电工厝可能就是金明天主，假使伊确实是金明天主，那呢，伊就会让伊关伫个门口。 将迄两种门神的目睭打起来。啊，不过，假使伊毋是真命天主，那安尼对伊是毋是会有伤害？普通人去大门神的目睭是袂产生任何效力，所以应该袂有啥物问题才对。那安尼，花姑娘，你敢会甲我斗相共无？ 斗相共。好啊，你想要爱着公主？ 去大龙城的目睭，卡使会当成功，不但会甲秋明姑娘斗相共，而且嘛能证明赵公主伊就是真命天子啊。嗯，这个方法阁真趣味。好，我答应。那咱就得快赵公主去大乌堡。嗯，啊，不过花姑娘，我希望你暂时卖将这件代志讲出来，好不好？这你放心。 我知影要安怎做。什么代志？师傅啊，迄女鬼哦，竟然有人带迄女鬼去关个告状哦。有人带女鬼去告状？是啥物人？听讲是两个少年人。 少年人，不过后来唔知为着什么原因，迄女鬼并无伫宫堂献身，我才安尼躲过一劫。一定是迄位女鬼过不然明神的关。师父啊，我看迄女鬼吼无遮容易就善罢甘休，而且管老爷也淡薄仔相信伊的话。师父。 你讲你要救我，你一定要跟我斗相共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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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出现在公堂之上啊！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阿哥，你先煞去探听，到底是啥物人，一个帮助许个女鬼？吴医师啊，只有办法来对付。是。安怎？恁大家有想到啥物好办法无？啊？哎呦！
哟，天下这么大，要去倒找真命天子？既然安尼，我阁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找一个生像秀莲、年尾生的查甫囡仔，安尼就可以啊。我甲大哥，两个人秀莲啊。也毋过我是正月，伊是六月。六月，那呢，就是年尾啊。既然是安尼，这件代志都要包含着公主。卖你讲，只要会当替秋萍红牛伸冤，互歹人绳之以法，我绝对是义不容辞。赵公子，多谢你。对啦，我唔爱甲你去告官。郭阿伯，你嘛要去哦？嗯。秋萍是我的查某囝，我这个做老爸，嘛真希望讲会当替我的查某囝尽一份心。这几天，我受你的照顾。身体也好真济啊！假使讲我若无去，我的心肝底永远都袂安心。今日讲也袂当安尼讲啊，那呢，我愿意甲大家做伙去公堂做证人，控告苏主。我嘛去，我嘛当做证，就好诶。那呢，咱大家做伙来去。好，咱大家就做伙来去替秋萍姑娘告官。又阁是恁，稍等者。明星大人，阮大家是为着要替秋萍姑娘伸冤，不得已才安尼做，请你大人有大量，多多包涵。现在当地吧。什么人这大胆，将咱的目睭扛起来？对，那是反间的人，把咱的目睭扛起，咱应该不是看有啊。到底是啥？除非是真命天子。什么？真命天子？啥又果是恁两个？昨暝我将你赶出公堂，敢讲你还未死心？大人，阮昨昏来的时阵，因为秋萍姑娘的婚片，洪门生冻在外口，无法度入来。阮今日是有备而来，而且这秋萍姑娘阿爹嘛亲自上堂化冤，也够。海玉、胡玉珍、因儿三位人证，相信大人今日一定会当问一个水落石出，予凶徒绳之以法。是，请大人替我可怜的查某囝做主啊！好，本官看恁各国为人正派，我给恁一摆机会。这位老人家，你请起来。谢大人。本官是要问你，恁要告的到底是啥物人？就是英雄关关爷总教头苏准。啥物？苏准？无毋对，苏准靠势是关爷总教头，并有一身的武艺，就欺负查某囡仔，已经有数名女子受害啊。其中这高秋萍更加用安尼惨作欢喜。这苏准，伊竟然敢如此无法无天嘛？大人会当传苏准前来，甲秋萍姑娘几分对质，马上就当明白真相了。好，传苏准，传苏准，传苏准。大人，苏准，即马有人要告你欺负良家妇孺，而且佫害死一名女子。叫做高秋萍，你即马有啥物话通讲？大人，这根本是一派胡言。一几个人顶一摆伫街路上，甲熟客为了一寡小可代志起了冲突。我看，因根本就是想要报复，找借口陷害熟客。
素贞，迄个明明就是你用毒笔将我拍着伤，你搁敢讲我是阮陷害你？搁是嘛？玉珍小姐后表面互你抓去，差一点嘛，搁走做你的毒手，你搁敢讲无？我唔知你咧讲啥物。好，素贞，哪咧郭秀萍？你敢讲郭秀萍唔是你害死的？哼！恁这班人妖言惑众，找一个死人来诬告我，到底恁是存啥物事嘛？莫甲伊讲遐济，素贞，你敢是唔敢？甲郭秀萍的分别，当面对质。大人啊，这个人根本就是痟，人既然已经死啊，是要安怎对质呢？好，为着要证明小可的清白，只要恁会当将郭秀萍的分别交出来，我就甲恁对质。好，就安尼决定。赵公、蔡爷，恁顶面来扰乱公堂，本官全部处罚你。啊，不过这届分别若果无出来，代志就无安尼简单啊！人家所为啦，我一定会重重处罚。卡叔公，阮所言不实，甘愿受罚。好，即卖令人叫郭秋平分别出来。是，因为师父给我迄面宝剑，我早就藏在公堂。一声，郭秋萍啊，郭秋萍，我今仔就要看卖，你是要安怎出来？秋萍姑娘，秋萍姑娘，你紧出来啊！秋萍姑娘，秋萍姑娘，秋萍姑娘，你紧出来啊！秋萍姑娘，你紧出来！秋萍姑娘，秋萍。秋萍，秋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唔免阁搬戏啊！恁这根本就是乌白讲，哪有啥物鬼混？哪会无？明明哦，下蹛伫白顶悬头一撮烟。哼，像这款小小的把戏，只要是变戏法的，一工拢使变了几啊种。大人，即嘛事实摆在眼前，因这阵人根本就是要找借口陷害属下，而且伊阁妖言惑众。请大人判一个重重的处罚，刑赎下一个清白。是，大人，小人查某囝，确实叫这歹人害死，请大人你认错啦。你这死老狗，你给我点伊！你，苏春，本官讲，本官就要亲目睭看到这个鬼魂，我一定袂相信。你今日提袂出证，而且鬼魂阁无出去。本官要依你扰乱公堂之罪，处罚你。大人啊！大人啊！请慢一下啦，要告我哦，只是小人一个人尔，这跟拢无关系。因拢是小人的救命恩情人，是我背金背我来的。伊若要处罚哦，处罚下一个就好啊。郭阿伯，大人，不是安尼，讲要告我，是我一个人才对。你要处罚，我甘愿受罚。啊！不过这个阿伯，因年纪大，而且身体够病，无法度忍受这款的折磨。草民愿意受罚，求大人放过郭阿伯。求大人，卖处罚郭阿伯。好，这边本官要教下你一摆。啊，不过你给我听清楚，公堂不是你随便告状的所在。你若想要告状，就等你准备好才过来。退堂。喂。